会充满幻想，总有一束光在遥远星空飞翔，好像翅膀，有力量在我的心中成长。站在山顶上想飞向那个地方，能扶摇直上，在浩瀚宇宙翱翔，插上翅膀能飞向那个有你的地方。啊，和你成我们都该年轻，穿越一万光年的距离，与你相聚，爱上你是我的命，爱上你快如流星，却不放弃。啊，和你成把啤酒节策划案给我拿过来。樊总这唱的又是哪出？怎么也这么大脾气啊？快去把岳你给我叫出来。去。我给您放这儿了。怎么是你啊？月英呢？月英姐不在。啊。这就是你们组做的啤酒节策划案对吗？这是去年的，郑琪说就按照这个来，让我先去现场熟悉一下。行，换人出去吧。是我们做的哪儿不对吗？现在啊是非常时期，你们石总顾不上这么多，只是显得有点乱而已。其实你们组啊特别适合你这样什么都不懂的新人去历练。虽然史维松看上去不大正经又不守规矩，但是他思维活跃，给下属的自由度非常的广，你跟着他好好学习，一定会有不少收获的。石总啊，石总，樊书臣，你把啤酒节的项目给揽回去了？是你啊？你把我们组资料给他看的？啊，是我给的。我以为他啤酒节是我的项目，你想去一组只管去，少拿我项目开刀。哎，石总，你休息，石总。石总那爆头的脾气，他也是够倒霉的，大庭广众被这么迁怒。他没有被迁怒啊，他确实把他们组的方案拿给我看了。啊？那他不知道你跟石总有君子协定，为了避免抢项目的嫌疑，项目前期不能互相干涉？我当时也是急坏了，有月英在，就喊了一声，把方案拿给我看，结果他就把他们组的方案给我看了。我这一看不要紧，好吧，这如果交上去，黄花菜都凉了，老于不得炸了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没时间沟通了，只能以公司为主。所以啊，我先把你的策划交上去，把他们的替下来。其实我觉得啊，这女孩还挺难得的，人长得漂亮又踏实。哼，今天这事儿啊，纯属没经验，当你们的炮灰了。哎。要不然跟石总商量商量，把他调到咱们组来。史维松正在气头上呢，我这个时候跟他抢人，朋友还做不做？
你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趁我上司不在让我把策划案给你，就是想抢我们组的项目。那你下次长点记性。所以你也是用这种方式逼走带您入门的师傅跟其他组竞争的是吗？你别的本事没有，打听流言蜚语倒是有一套，就你这个水平，在飞林是没有办法生存下来的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干下去的，我还会干得比谁都好。行了行了，这么多人，你笑什么话？出来。要不我再跟他解释解释去。是吧。林子玉，有些话能说，可有些话是不能说的。我不知道这些事儿你是从哪儿听来的，但是你一定要记住，樊总师傅的事是谁都不能提的。你是樊总的人，那你肯定帮他说话。像我这样被冤枉的，我就白冤枉了呗。子玉，你是个新人，有些事儿该扛就得扛着。这里面太复杂了，以后你慢慢就会懂了。其实今天的事儿跟你也没什么关系，樊总和石总之间有一种独特的相处方式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樊总是不会做不利于石总的事儿，也不会抢石总的项目，这就行了。算了，今天让你受委屈了，以后慢慢学。我们总编要请客吃饭，要求所有人协办出席，你能过来当一回我的男朋友吗？救场如救火。姐姐，我已经身在烈火中了，你找樊叔什么？反正他挺闲的，大把时间管别人闲事儿。你们啊，赶紧给我出个 Plan B， 再让樊叔他们组钻空子，我就不混了，干活。各位，一会儿你去现场盯着工人大台。这次电路检修是重点，一定要确保安全，为我省钱啊。嗯，那我们会再重新核对一下。哎，洋洋，啊，哎，等一下，洋洋，这样，你们俩一块儿去，整个现场要重新布置，千万不能出错。好。哎，你说，洋洋。哎，你们总编为什么突然要请客？她老公刚从加拿大回来，马上就要调任香港，以后就要定居在中国了，说是要把老公介绍给我们认识。出席的呢都是她旗下主编，你说这种半社交半私交的场合，我要是不去吧，就是不给总编面子，可我要是一个人去了，娱乐跟时尚那边肯定会想尽办法奚落我，这种场合我要是下不来台面，总编还是没面子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季小姐是吧？董先生你好。你好。哦，跟朋友吃饭啊？嗯。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我请你喝一杯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晚上已经有事儿了。哦，那什么时候方便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和他已经有约了。不好意思 ，girls time。Okay, see you。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你都拒绝他，还死皮赖脸。还有更不要脸的呢，你知道我们怎么认识的吗？怎么认识的？他带他老婆来 SPA。 什么？都已经结婚了还好意思搭讪你？就是啊，所以你说现在什么都要考试，这为什么领证就不要呢？必须要拿到人夫人妻合格证才有资格结婚，还得植入晶片，要是背着老婆鬼混立马定居。小姐你好，这是那位先生送你的红酒。Thank you.
说就这种人，就这种婚姻，有什么好结的？你再看你自己这怂样，你说你堂堂正正一个女青年，你凭什么比那些已婚女同事矮一头啊？梁阳，你自己就得端正你的态度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怕给总编丢面子吗？哎，我问你，史维聪和樊书成闹别扭了？肯定是，听他那语气我就知道有事儿。哎，听说你们吵架了？我这前脚刚吵完，后脚你们就知道了，消息很灵通嘛。哎，真的吵架了？你们男人的事情我可不管啊，但是我们的聚会必须照常进行，这周末之前必须给我和好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的早午餐一个都不能少。哎，给我滚！我说我说，像吵架这种事情，拖着拖着就伤感情了。我来说。书晨啊，你别跟史维聪较劲儿，他每次跟你吵完架都会后悔。他本来脑容量就不大，这家事一出，肯定就更不知道怎么和好了。你就多担待一下呗啊！你们这是对我一起施压呢？啊？行行行，我保证哄好他，两位女王殿下。樊总，哎，你不去现场了吗？搞不定啊！你看看这两张图。现场的电路根本符合不了舞台的需求。走，去现场看看。这创意你给我是什么呀？有创意吗？整个构思巧妙吗？有包袱吗？有甩什么呢？这是？这更不行。这几个女的，你往这上，这程度赶不上，你就想。十几年的兄弟，说好的无论什么境地都永远支持，互相理解，忘了？那个横幅啊，固定好了，千万别掉了。好的，好的。桌子啊，铺开一点，地方那么大了。好嘞。嗯，你看还有什么需要解决吗？目前就没有了。嗯嗯。我闪开！白总。现在说的跟之前说好的不一样，得加钱。就是，你这换来换去，拆了搬，搬了拆，这工作量可翻了好几倍。工作量翻倍？你们拿老化的电线以旧充新，还欺负我们一个新人盯场，就把能换的都换了，现在还要求我们加钱？换回来不就行了？就是，反正不加钱，我们就不干了。对，不加钱我们就不干了。不干了。石总在的时候。好歹还请我们吃饭加餐呢，跟你干活事儿分配不说，还没好脸色。我们不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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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还讲讲理啊？不干了，不干不干吧。哎，啊，郑哥，这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让你来。樊总，究竟什么事儿这么急？是这样，郑哥，你看啊，今天晚上这些全部得改好，时间紧迫。白日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想干就别干，以后啊也都别干了。别以为石头跟石总那样好说话，我眼里容不得啥的。我早就不想跟你们飞凌合作，国漫不知道找了我们多少次，人家项目多，家大业大，你们迟早玩完。各位啊，哎，看着他们收拾东西，但凡属于飞凌的，他们一个子儿也不准拿走。得嘞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啊，走了。今天晚上你老公来吗？敢不来吗？咱们销量又没有李洋洋好，这其他方面总得跟上吧。不然的话，总编眼里还能有我们的位置？哎，我有个朋友认识李洋洋的大学同学，说他压根儿就没谈过恋爱，同学们都知道，一直一个人单着呢。真的呀？那她还说自己有男朋友，哎，这种事儿也能瞎编？她那种工作狂，怎么可能有男人爱啊？哎，你说她那些稿子，该不会都是瞎编乱造的吧？那可说不好。嗯，总编，
来，我敬您一杯。来来，我也敬总监一杯。来来来，好，来来，大家一起啊，随意随意，哎。哎，泱泱怎么还没来啊？是呀，她不会找不着男朋友，不敢来了吧？泱泱不是这样的人。这个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泱泱。哦，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？这个是我最好的朋友季炫丽，是你常去的那家 SPA 的经理。哦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怪不得呢，我每次去都有特别招待。我一直以为我是大名远扬，原来是你。泱泱啊，别人都是做好事就怕当事人不知道，你倒好，这么低调啊。泱泱，我还以为你们俩……就是啊，吓我一跳。你说你没男人就没男人呗，干嘛带个女人来呀？我们都是好姐妹，难不成还笑话你啊？主编让我带另一半出席，我虽然没有婚姻上的伴侣，但是互相扶持、情感深厚的灵魂伴侣，我有三个。单身怎么了？没有男人又怎样？人又不是只有爱情。男人能做到的所有事情，我全部都可以做到更好。你们时尚不是总倡导女性独立价值观吗？娱乐不是总给女明星立自强人设吗？我作为一个主编，给我自己的女性读者做出一个表率，难道不对吗？我的文章啊，都是一笔一画出自肺腑之言，难道你们的文章都是随波逐流，连自己都不信啊？泱泱啊，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好了，来，我们喝酒吧。那就敬所有独立的女性，敬所有真挚的感情，敬读者，敬灵魂伴侣，干杯。你们怎么还在公司啊？张总，石总不知道抽什么风，加班到现在。现在？怒改了三个方案，改完才能走。辛苦你们了。你跟石总快点和好吧，他一生气，整个气氛都是怪怪的。帮他擦屁股，还在哄着他。人呢？全公司他最爱的地方。行了，早休息吧。慢走啊，范总。樊总他抢了咱们组的方案，不这么算了呀？樊总怎么能抢咱们案子呢？傻丫头，这个项目的 KPI 挂在了咱们组，樊总要是抢，第一件事就是先去于总那儿把归属权抢过来。哪有不计较利益归属直接干活的呀？再说了，樊总跟石总的关系那真是……舒晨，干嘛呢？还生气吗？啤酒节这种小 case， 你喜欢就拿去啊，咱俩谁跟谁呀？舒晨，睡了吗？想不想吃点宵夜？我加班到现在做了好几个方案呢，而且还一点都不困。要不然给你送点吃的过去。不行不行，完全没有体现我的诚意跟努力。得一面取得原谅，一面展现我半夜加班痛改前非的诚意，双面夹击。提什么宵夜呀？他肯定以为我没心没肺吃到现在。雪草，你可不恶心。舒晨，厕所里说什么吃吃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你等会儿，我马上出去啊。要道歉就出来道歉，你躲厕所里有什么诚意啊？舒晨，你给我拿点纸呗，我没脸见人了我。哎，
树人，拿到纸了吗？好兄弟，你干嘛呢？樊书晨，全公司只有你敢这么对我。来，你再把线路检查一下，明天的啤酒节就这样。虽然现在我没能成为蝙蝠侠，可是我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只要能跟朋友们在一起，我就可以昂首挺胸的当那个想要成为蝙蝠侠的男孩，直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天。我们好久没见了，我好想你啊。这么直接啊？就是为了遇见你，我才特意选了这家酒店。那你呢？你想我吗？嗯。这个吗？那我现在有没有变成你想要的那种男人？有啊。我喜欢你的眼睛，更喜欢你的额头。我就喜欢你像现在这样把额头露出来，我就可以好好看着你了，韩。韩，你一直拿我在和你的前男友做比较是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可以跟你解释。真是的，这些年我还一直对你心存期许。当年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当着我的面喊出葛一涵的名字，现在还是如此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行了，你真当我傻呀？季小姐，这杯酒算我请你喝的，祝我们两个人老死不相往来。救我！哎，不是你家的事，让我掺和算什么事啊？洋洋，我给你跪了。啊！停！我尽力吧。检查确保安全，我已经检查了不下八遍了。开始以前我也检查过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们组的项目，
我来盯着本来属于我负责的部分，不对吗？下班的时候啊，幸亏这位姑娘没让我走，要不然不抓瞎了。还有这位姑娘涨工资了啊！谢谢你啊，慢点说话。哎，好，来，我跟你说。吃这个，嗯，很棒的。洋洋，来多吃。嗯，这么长时间怎么都没来家吃饭呢？最近杂志社太忙，等过着不忙了，我一定常来。阿姨，您到时候别嫌弃我啊。就得来，你瞧你瘦的，年轻的时候啊不知道，等老了你就知道苦了。阿姨，我们又不是小孩子。你看，这么结实，都是您当初喂的好，基础打得牢。这孩子就会说话，我就喜欢他。你爹妈不在，想吃什么了，直接奔阿姨这儿来，阿姨给你做啊。哎呀，我们家聪聪啊，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喽。人家都会生啊，生个闺女就想着自己的妈，这说开口要房子他就开口要房子，哪像我们呀，这辛苦一辈子。我这36岁啊生的这匆匆，嘿，人家还没结婚呢就开口向着那没过门的媳妇了。嗯，那阿姨，您说将来我要是结婚了，男方的房子，您支持我要一半吗？那当然必须，肯定得要啊！你傻呀？你一个姑娘家在北京这么不容易，谁娶你谁享福啊？再说了，都是一家人了，办个房子算什么呀？对吧，妈？这就事论事，这泱泱跟一般的女孩她不一样。是是是，没有什么不一样的。就是将心比心罢了，阿姨。哎，妈，您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阿姨，多吃点吧。哎，给您加菜。爸，你少吃点啊。来，叔叔，你吃点。吃点蔬菜吧，来，绿色，健康。小凡，今天的开幕式非常成功，辛苦你们了。当客户满意是我们的宗旨。来来来，大家快坐坐坐，坐坐坐。谢谢。吃好喝好，今天的酒水饮料全部我们请客。哎，谢谢，别客气，别客气啊。说吧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终于能吃东西了。来，喝点吧，今天。来，来，喝了。干杯！辛苦啦！吃点。这羊肉串不错。在看什么呢？本来想看星星，但这个天儿。应该看不到。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正奇跟我说了，说你不是为了要抢我们组的项目，是为了帮助石总。我的错我承认。没关系啊，我无所谓的。不过你一个新人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就经历了不大不小的两个项目，这运气也是没谁了。说一说吧，作为一个新人，对菲林的感觉。那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也不是上级对下级的审核，那我就不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了啊，我说一些我自己的内心想法。作为新进职员，我觉得菲林还是挺充满善意的，很大方，舍得给新人一个实践操作的机会。所以我没来几天就还学到很多东西，但我还真是不太喜欢骄傲自大，
还一脸悲剧男主角的模样啊，宁愿被误会也不肯解释。我没让你说我个人，我让你说的是对菲林的感觉。那谁让你让我背黑锅的呀？而且你不也是菲林的一部分吗？我让你背黑锅？领导扣你工资了吗？没有。同事怪你了吗？你做的这个会被写进履历里吗？到现在为止还没人跟我说过呀。那你背什么黑锅啊？别告诉我是因为水松骂你两句。是你们石总是不对，没有查清楚缘由就骂你，但是作为新人没有不挨骂的。这个我知道，可你让石总误解我是出卖二组的人，而且你陷害我这件事情的本身是错的吧？他如果真的误解你，你觉得你还能坐在这儿跟我说话吗？你早就离开菲林了。这从来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世界，行为才是最重要的。话是可以骗人的，行为却不能。你已经靠你的行为赢得所有人的认同了，所以何必还去在意别人的误解？话是可以骗人的，但行为却不会。林子瑜啊，你啊还需要多磨练磨练。就冲你一言不合就在我眼前据理力争这一点，史维松就该好好的教育你。有事情先内部沟通，还要麻烦我去帮他带新人？那你会跟史总告状吗？我又不是小姑娘，告什么状啊？我可以直接开了你。你是开玩笑的吧？你不是跟我认真的吧？我还不至于跟一个女孩较劲。你不跟他们一起庆祝啊？有哪个下属喜欢和领导一起庆祝？我负责买单就好了。我知道一个地方特别适合看星星，而且每天都能看到。作为我这几天误会你的补偿，怎么样？你把我约到这么偏僻的地方，是不是为了公报私仇啊？给我套上麻袋，来些闷棍。闷棍，那得偷偷摸摸闷着声来吧。我亲自带你上山打你一顿，那叫殴打。你见过光明正大殴打自己上司的傻瓜吗？你就是把我光明正大约到这儿，搞得好像我欺负你一样。到山顶了呀，星星呢？你看。像不像星星？这天上的星星怎么可能每天都可以看到啊？我之前来这里就觉得这里的灯火特别像星星。古希腊神话不是说过吗？众神死后便会化成星星，继续为世人照亮黑暗，守护这个世界。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灯火，都是我们凡人要守护的星星。美吧？美。这个就当做是我跟你误会的补偿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可不欠你的了。话是可以骗人的，行为却不会。
樊书晨，但愿你能做到。是不是谈恋爱了，书晨？你笑得好邪恶。恋爱没谈。你们最近谁看星星了？谁要看星星？我们现在要看八卦。肯定是带人看星星了吧？耍帅。是别人带我看星星。哦，哪位好汉？快说快说。洋洋，洋洋洋洋洋洋。大功臣，我妈终于松口了，接下来就等我发几个大招。哎，去去去，谁想听你的家长里短，就你跟范天天那点破事一点都不浪漫。我们现在要听樊书晨的风花雪月。书晨能有什么风花雪月是我不知道的呀？你问我不就完了？就想听樊书晨亲口说怎么了。你别破坏这历史性的画面啊，走开。还嫌弃上了？有本事你自己谈一场风花雪月呀。哼，我的风花雪月啊多了去了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除了葛一涵，你还有好多男人呢，比如那个史维聪，你有劲吗？我们好不容易一个礼拜才一次的 brunch， 你非要让我倒胃口是吧？不是不是，你想吃什么随便点，我请客。随便。哎，史维聪，你这嘴巴，胜利，你等等我。哪儿根基不对，非得葛一涵呀？我就是嘴贱。哎，你也不吃了？吃饱了。行，你们都不吃，那我自己吃吧。史先生，您的餐好了。哎，我还没点单呢，这都什么呀？是季小姐给您订的餐。另外，樊先生还打了三班号码带走，这是您的账单，请您用餐愉快。你们是不是人啊？范总，春秀今天突然说不跟我们续约了，新品发布会也不跟我们做了。原因呢？没有原因。王曼老总亲自找了春秀的穆总，穆总下的命令，我们被通知了。又来，上次还没找他们算账。那怎么办？就这么忍了？召集所有人，会议室等我。好。哎，找师傅。你们也太歹毒了，说错话而已，至于这么宰我吗？韦聪，你们二组最近忙吗？怎么了？出事了？伯曼撬了我的案子。需要我们做什么？只管说。反击。刘总，事情就是这样，伯曼直接省钱，所以我希望公司可以给我多一点。就是个案子，你不用怎么意气用事，抢资源嘛，很正常。现在已经不是靠默契和规则生存的时代了。伯曼公关和我们也算是实力相当，发生这样的事儿也好，今后就提高警惕呗。我们把自己的事儿做好，就不会给别人留空子钻，啊！于总这次被钻空子的责任，我全部承担，绝无二话。但是伯曼一而再、再而三的，上次啊，市集的事儿你挽救得很得当。我们只有10%的利润，加上后续弥补的费用，你算算超出了多少？如果当初韦聪再敢拼一点，不局限于那些预算。那最后也不至于捅出这么大的娄子，还让别人找上门来。你们俩一唱一和，最后还是殊途同归。可是我们做事儿，我毕竟是个生意人，除非纯秀自己回心转意，否则我绝不同意在这桩生意上再做任何的投入。你一分钱，任何的支援都不会在我这儿得到。今年我们形势大好，稳扎稳打，别给我惹什么麻烦。
老于什么意思呀？现在要秋后算账了？老于说了，除非纯秀自己回心转意，否则不会批给我们一分钱。哎呀，我们下个月的预算都已经花了，这拆东墙补西墙也来不及呀。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，这仗还打不打了？打呀，当然要打，不仅要打，还要打得漂亮，打到伯曼再也不敢对我们使阴招。就是，只有千年做贼的，哪有千年防贼的呀？现在是紧急时刻，大家一起赶一下春秀的发布会。我们这一次没有任何的支援，只能先靠我们自己了。我一定会在期限内说服春秀。哎，这都好说，可是会场布局图这回谁会画？我来。我上大学的时候选修过美术，还得过奖。行，先这样，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我沟通。散会。陈总，我听说于总要升职了。确定吗？那天我碰到香港那边的一万，他说于总这次去香港总部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。我们如果业绩不跌，去了就是新任总裁。你看，万一这次……放心吧，出事我扛着。就算这次失败了，下一次我也会把钱双倍赚回来。所以你们放手去做，不要有压力。知道了。有人开怀，有人发呆，有人不在，有人无奈，有人悲哀，有人要离开，有人徘徊，有人摇摆，有人怕失败，有人等待，有人澎湃，有人飞起来。应该把今天写在我的人生履历上，等明天的光芒万丈，隐约浮现在阅览纸上。为我的人生和谁都不一样，我要通过我的努力可以追风逐浪。别告诉我什么可以，什么不可以，什么时候可以决胜千里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每个人只代表他自己。别怀疑我的明天，我的路会通向哪里，决定出发的那一刻，我只需相信我自己。我的心